DJI Mini 3 Pro 智能飞行功能，焦点跟随，包含聚焦、跟随、环绕。使用焦点跟随功能前，请确保飞行器处于无障碍、无遮挡的开阔环境。起飞后，请将飞行器上升至离地面适当的高度。焦点跟随模式支持三种档位进入。当 APP 成功显示图传页面后，您可以在图传页面框选跟随目标，也可以先将操控页面的目标扫描开关打开，点击图传页面的绿色标志，完成目标锁定。锁定跟随目标后，您可以进一步选择飞行器的跟随模式。聚焦。进入焦点跟随后，飞行器默认开启聚焦模式，点击 APP 界面或遥控器的拍摄按键即可开启拍摄。此时您可以通过打杆来控制飞行器与拍摄目标的距离，或使用云台俯仰波轮和偏航杆来调节构图角度。跟随。跟随模式分别有追踪和平行两种子模式。跟随模式支持人、车、船三类目标。选择目标。完成跟随模式选择后，点击 APP 界面或遥控器的拍摄按键即可开启拍摄，点 Go 开始跟随。追踪模式下，飞机将与目标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跟随飞行。选择平行子模式，飞行器将会与目标的运动轨迹保持平行飞行。完成跟随模式选择后，点击 APP 界面或遥控器的拍摄按键即可开启拍摄。一旦丢失跟随目标，飞行器将会保持原地悬停的状态。环绕。锁定目标后选择环绕，设置飞行器绕行的方向和速度，飞行器将以拍摄目标为中心自动测量半径，随后飞行器保持当前高度环绕目标进行飞行，点击 APP 界面或遥控器的拍摄按键即可开启拍摄。如何停止焦点跟随模式？任务过程中点击 APP 下方的 Store 按钮，或短按一次遥控器的急停按钮，即可停止焦点跟随模式。感谢您的观看。